来唱山下雨，哇，嘉宾好帅！哎呦，这个有练过的。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这么身轻如燕？为什么有的男人膝盖要去开刀？我那个林俊的苗，那安排啊，那这么因为你们是跟辉哥是痛风协会的，哎。哎呦！来合照，来来来，中间，他妈讲两句，拍张。你讲两句，哪问题这个好了？哎呀，紧张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呐！来，哇，有，记者，真的，对，了不起，这个是加码的，好，因为这个没有在安排在节目当中的，真的是临时加码，真的，对，我们谢谢嘉明老师，真的很艰难，嘉明老师哦，真的很难得，费如也是，哎。以演艺人员来讲，他的国标真的是第一名。哎，救国！你这边什么听懂？哦，干妈，哎，孝顺啦。哎，谁在叫我？哎，你刚刚讲孝顺，哎，全台湾谁最孝顺？许孝顺。为善不欲人知，孝顺也比较大声，所以我特别取了一个比较低调的姓，许孝顺。掌声鼓励一下。不礼貌，你觉得公话了？哎啦，哇，真的！先让他们两个拍一张。来，让我们俩拍一张。哇，郎才女貌，真的是还是豺狼虎豹。哇塞！我们真希望那个慧茹的扣子跟嘉明一样。对，然后自然开到肚脐。哎，不简单，来，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这么简单呢？喘口气，来，我们嘉明先问候一下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嘉明。嘉明这个是算是简洁有力啦，因为他其实他的腿多过于口哦，真的吗？还在喘、因为跳国标真的很喘，不信欧祖伟你上来跳跳看。不要为难，不要为难的，用丢要不然南哥，你就坐那边就好。南哥脚已经跳很久都麻掉了，他把你起不了那照，起不了跳，你跳伤久啦，他的，我告诉你，南哥才是。拜托，厉害的才是这样干的呀！武棍啊，贝！拜托，好不好？漏掉了，不是啦！你是真的恰查某，你是真的恰查某的。对，不对嘛，不是啦，是那个，不是啦。那然后我们要讲一下黑池，是很多朋友对国标可能不是那么熟悉，是。但黑池是不是刚才你们 Gino 主持人最高殿堂？对。哎，破音声，好好跳，给，好好跳舞就好，不要试着唱歌。我控制啦，好了，不要啦。黑池，对，黑池是在英国举办，然后它的那个地区就是叫 Blackpool， 所以办在那边的比赛呢，我们就直接取名为黑池。哦哦，
黑色的意思。对 ，black pool 是游泳池。游泳池 ，black pool 它是一个你是做哦，去哪破个家来去请假去？你不会懂，因为叫 B-box 哦，哎 ，B-box 搞底下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这个黑池曾经有一首歌形容过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黑池。Don't let me down。黑酒啦，黑酒，什么酒？什么黑酒？黑酒就用酒杯，不是来喝酒的啦，酒酒。喂，加酒杯，就被人家无聊了呀，真的。你也讲两句话，你是主持哦。把麦给我了啦。我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你们形容，我觉得高哥快受不了了。对，因为上次去黑池，不是我去，问我干嘛？没有，因为之前两位都是我武力全开的，不只是常客，也是常胜军。而且他不是黑池，他叫嘉明，嘉明是我们台湾的职业组冠军。对，掌声鼓励，值得鼓励，真的。这种我看到这种的，我通常都打压。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你如果通常表现很有才华，长得又帅哦。哇，这个不能让他爬起来，我真的这个以后我们很辛苦。大楼对，对，你们看后来他慢慢跳的时候，我本来有在跳国标啊，我就没跳了。后来跳中标嘛，怎么会？谁跟你中标？我今天生日讲你好话，中标不错啊，哪里好？可以休息哦，2000块刮到200万哦，过年。那其实呢，但是两位还没去过黑池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这个应该是你们之后的希望，因为他的谢师礼太贵了。怎么？大家，我就是要讲到这个，我不为什么？大家你不懂啊？去黑池要花很多钱吗？会，你很超话买点，底下就要过来。我来拿，我来。没有啦，你不要把它当做龟壳花。我是讲奇怪，你给搞笑哎。我第一次看到兰花穿到冰上。好啦。讲话，但想去黑石哦，除了是一种实力的证明哦，是一个愿景之外，它其实很花钱。对，差不多两个选手去，最省要花多少钱去一趟？其实因为我是属于学生，所以我跟他去比的话是比师生组。那我们去的话就是包老师的机票跟住宿，还要给他一笔额外的谢师，让朋友跳舞的费用这样子。学生给哦，当然。对啊。可是他们特别，我去他给我，因为通常学生给老师钱嘛，对，这个就是师生组会这样。但如果他们中间有师生恋的话，就会省一笔，就可以不用钱。对。而且老师还很听学生的话。喂。没有，如果他们真的直接去比赛的话，应该也要花了40万以上。对，哇，真的，一趟差不多40-50万，所以真的是了不起。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好，干不干？谢谢，反正每年该来的时候就要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了，谢谢啦，谢谢慧茹，谢谢嘉明老师，因为今天节目真的很精彩。